记者溪青叶桥位伫咧台南市市道一六五线白河东山的交界，是当地居民出入的重要干道。也毋过每一摆拄着风台，也是落大雨，着淹水，影响着交通。因此，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补助来解决这项问题。经过地方的要求，千呼万唤，大家现在终于中央也帮忙补助，总经费3亿5千万元，中央补助2亿7千万元。那大概是1/4的金额，那地方自筹8000万元，那这样子让这个桥能够顺利的这个动工。因为弯道这条河段早期就有积土沙的问题，加上桥梁牛底较矮，所以容易造成淹水，影响通行和安全，因此改建工程相当重要。台南市市道165线及水溪青叶桥开工动土，请动土。一动土，开工顺利；二动土，动土平安。将这个桥呢加长，加长等于讲伊河道就会较宽。啊，将这个宽度呢提高，这个差不多1米23公分。啊，所以呢，以后。除了讲咱这个通水断面大以外呢，咱的桥梁甲道路拢也一并做这个改善，所以未来咱这个所在就袂像讲啊，拄着大雨，就这个断，就这个封桥。工程施工期预计要一年到九个月，完工了后，除了解决居民长期的水患问题，也会提升当地产业交通运输的便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